昨天呢，不少人有吃汤圆，接下来带你来看到这跟汤圆有关的画面，但是这不能吃哦。木栅动物园里头的尼亚母女俩呢，昨天在地上打滚，上演搓汤圆。圆圆跟尼亚最近活力十足，频频上演让人会心一笑的可爱画面。而昨天冷飕飕的冬至呢，他们也没有闲着，你可以看到母女俩一起在地上打滚，就像是在搓汤圆。而尼亚也在妈妈的呵护下慢慢长大，现在已经快6个月了。母女俩抱在一起的画面，看了相当疗愈。